快切了！快切了！快切了！哎，我们三个，我看不到你哪来的，快切了！累死了，
Thank you.
一样。
他的表情都已经僵硬了。啥事姑娘，刘娘，你来哎呀呀，反问说话。
999对童男童女，现在还差一名童男还没抓到。什么？你们这群没用的家伙，赶紧去把童男抓回来给我。是，姥姥。只要这最后一口阳气，我就可以得道成仙了。给我抓住童男，不能让他跑了，不能让他跑了。没话，童男。享用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们一会儿下去领赏吧。是，姥姥。你们这些坏蛋，你们快放开我，快放开我们，丑八怪，快放开我。你们叫吧，喊吧，在这座山城里是不会有人来救你们的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
找你，有人喊你们，你们千万不要回头，你们都不要回头啊！切记，切记。谢谢抓羊师救命之恩，谢谢，谢谢。山一程，水一程，共建扫妖邪。